日子。鸡卵糕啊，传来去，烧酒青菜紧准备，半条的马街啊，到底来庆祝。将你葫芦汤海，手臂难散，只有诚心配着诚意。今仔日真心伫我身边，大日庆祝的好日子。老朋友、老兄弟，好人知己真水水，熟悉的是谁？啊，拢做是阿弟，用着欢声祝福你，年年有余。Are you ready?顺时，年年买出国娶我是阿生，做生有保庇，代代出状元，子孙万代万代富贵。真心比我心比，咱你庆祝的好日子。老朋友、老兄弟，好日子一桩水水，熟悉的青菜，啊，咱做是阿弟，用着歌声祝福你，年年有余。Are you ready?
是仙，嘿，你出现我眼前，一瞬间一切都改变。 Happy birthday， 你就在我身边，和你只哭一声，生活天长一天。 Happy birthday， 告别忧伤昨天，自从遇见了你，这是我 Happy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.
生日快乐。Zum Geburtstag alles Gute, zum Geburtstag viele Mali ga yang bati, 祝我与三你的今天刚好生日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最标准的，最标准的就是。来，李小姐，大家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来。对，哇，好幸福啊！生日都没有人找。今天的三月寿星有特别话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我来替你挂金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长接着会长来送什么？龙龙哥刚刚离开了哦，那个五个时尚的那个发夹哦，那个女生用的发夹，那个是因为龙龙大哥他赞助的，价钱是100到200。他很贴心，很了解女人，嘿，知道有时候长头发都要绑。这个如果我的话，我就不会送这个东西了。26号玉门26号，好，来。20号。哦，小蛋一个吼，卖炸吼。24号。24号没有写姓名。24号，麻烦请上来啊、哦。没有关系，如果你不是24号，你可以假装一下啊、哦，只要他24号不在啊、哦。好，再来几号？29号。29，等一下，潘小姐，29号。这个发夹很不错哦，很时髦，很时髦，听说是香港带回来。29号，潘美珠小姐。啊，她离开了。啊，那就换下一个。21号，黄奕哥，那个帅哥。帅哥也有哦，帅哥可以送女朋友。哎，如果你不要，你可以送我。哎。25号没有写名字。25号，好，请上台。啊、哦，请上来！哇，恭喜！马上可以夹起来，会到我。哎，马上可以夹起来，好。来，要夹起来跟会长合照吗？要选哪一个？你不要。对。那你给我，这个是100的。来，还一个，等一下要合照一下。因为照相存证，让那个赞助的人看到说，我们把它送出去了。哦，我哋拢老是想讲，我拢留喺家己用嘅。啊，送完了是吧？我妹妹来上一边。好，来，麻烦一下。稍微用一下夹头发那个，来放一下。照一下。不好意思。看镜头。哎呀，不是我的，看镜头来。站过来了，过来。哦，是一个。来。没有关系啦。麻烦一下。这个照片本来无水啦，啊，画家。哦，可以试一下，你来看。哦，红色的，这大班的。很累的哟。谢谢。不会啦，太轻松了。耶。阿强，你伫遐咧共插花啊，在干嘛？哦，你好。好，一二三。再当一二三，再当一二三。好嘞。好，恭喜各位啊、哦！马上可以夹着啊！老板来开电灯好了，比较亮。好、哦，好，给您拜托。看这边，今天我们老板娘很辛苦，等一下我们啊，看起来漂亮，它带有日本风格，它有日本那个图案，真的很漂亮。在外面可能有钱买不到，真的，你们如果摸到你的话，真的。很好，如果你不要，你可以送给我，我一定买。阿四，35号。阿四叫一下。好，阿四来。好，再下一个。啊，等一下哈，拿着相机，我要照相机。17号。17号。是谁？17号，我不会打你的。哇哇哇！啊！叫花艺人。谢谢我们大哥赞助。再来。2号 Amy， 傻傻那个小女生。傻傻的不清楚。对，你看，很可爱哈。照相。啊，生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。难怪你那么年轻。一个我来，我们三个。来三个来。来，给我拍照。再等。1、2、3。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对，是四哥赞助的。对，他是手工的香肠，他是那个张师傅，张师哥他没吃。张师哥。对。他
赞助的手工香皂。对，哎，我们这边哈、哦、都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，虽然它不是很说很值钱，但是是手工做的，哎，好来。好，我女儿捐出去好了吗？捐什么？你把女儿捐出来啊、哦！哦，帅哥，赶快上来。把手工香皂捐出去。哦，刚刚摸到他了，他刚好在旁边。38号你好，38。来，哦，你好，幸运，我都不好意思在这边跟大家说你是我干妈，哎，这个干妈啦，哦，干母亲，来来来，你找一个而已吗？啊，只有一，这个手工香皂只有一个，爱丽小华几个面啦，可以打，没有要照就照。一二三，等一下。好，再来一样吉库哦，它是那个牙膏，韩国品牌的牙膏。这个是韩国哦，现在都是那边是也是行销的。哎，这个韩国牙膏。它是里面那个爱多的。我有两个。没关系，我们把它当做黑人牙膏用。哎，有两个是要抽两位。33号。我三十八号陈大哥，好一个，再来。阿龙一号。阿龙，哦，我坐在那边。哇，过来。哦，两位帅哥来。小姐姐。来，帅哥，哎，阿庄帅哥。嘿，哦，这韩国的气歌，哎，这款台湾的气歌说了，哦，还气气拢生出来嘿。回去刷牙，如果有长牙齿的话，再告诉我们哈。那这个年纪牙齿都掉光了，我对牙膏都很特殊。重要真的很重要。小弟在牙科上班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小弟。那个我们会长是牙医的助理啊、哦，所以他二十年一天到晚玩牙齿哎。我刮胡刀，刮胡刀是应该以男生抽的。41号，来，康康叫一下，来，又抽到奖品了哦。你们那里面那个包厢里面年轻人，康康只是要在里面。哦，康康，会是因为他们在包厢里面。哇，这个姐姐抽到的都是送给帅哥。还有红包。好，这边那个。现在刚刚送的都是一些实用的东西，那再来就是阿康来，嘿，我在等你，嘿，一个大姐姐送的刮胡刀，哎，美女姐姐送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谢谢美女姐姐，来，跟会长照相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是观音星赞助的500元，还有那个陈玲珑大哥赞助500元，陈玲珑大哥，来，请为我们摸出你的红包。陈大哥，嘿，林龙兄，还有观音星，因为梁圣杰大哥为了送红包，好，我们林龙兄最喜爱送钱给人家，哎，谢谢他，你这个毛，对，应该在，来，陈大哥。我们把它铺到五个，一个100块钱啊！我成立一年半哈，陈大哥也认识刚好一年半哈，有好机会都支持小军哈，那你们军会很高兴，谢谢他。我一块这两包钱都行了，阿婶，你都一定拿。37号，37号，许大哥，来，先摸出你啊。有叫到号码跟名字吗？请上台。张波，李小姐。李小姐，来，虽然他只是100块，我都把它当钱了。十八号就好。哎，三呀，一年哦。哎，我手工钱就命了。13号佳云。佳云13号，
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来。没有，等一下再给他。啊，好，我等一下送过去哦，因为嘉玲她行动有点不方便。等一下拿红包。啊，等一下送过。哎呀，小姐，哎，40号。40号，包厢的，好。哎，我们恭喜，哎，爸爸休息哦，还没有进，还没有进，还没有进的，你也要，那你再跟他照相，来，我们站好一排，照相，然后再摸出，还有关于什么的，来，我们一个人再摸出一个，还有，没有吗？有人带领的吗？哎，还没照相啊，照完再抽了，照完再去抽。好了，西瓜甜不甜？耶，微笑就是我的标志。再一张，再一张。好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干。还要再抽。因为有还有关系，再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那个新影子帮我们摸出那个号码啊，下一个，哎。放多了，
来，你要注注意这个，来，谁要挑战动作的啊？注意肾上腺，请看，心跳加速，心肌代谢提振，来，开始来。挂的要合，简单的呀。你还不会玩电脑？买颜色的工奖品，两个之间的，满意好了 ，OK。一万。我们有三秒二有，如果说打不满一样就抽一有，抽了就可以返点。来，那你过到满意有，来过来一下。满意可以啊，满意。一句。OK。哦。接一万。OK。哦 ，S 三。快，快快。快快。快面，快面，面。面，快面。等于啦，能力。二啦，空姐啦。啊，气死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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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里啊？啊，这里可以。进你家，进你家，进你家，莫啦。进你家，吃我，吃我。来给你吃什么？去他家，去会长家要挂号的。去天。两个字，两个字了，进来。能聊。那等一下换三个字的，四个字的，两个字的太简单，等一下换三个字。我再过一个字。OK OK， 来，啊，四千。没有计时，这样不知道谁胜负啊，答不出来，他算时间呢。瓦斯，你无计时啊，你得先来玩的话，爱计时。啊来，我会给你控制时间。好啦，你去边啊，甲讲几秒啊？三二一，你安尼就紧张啦。哦，练练得好啊啦，啊不忘卖钱。都没有半个淘汰吗？时间超过了就淘汰了，我现在真没玩了。救了，新救的救了，终于救了，救！那应该五四三二一安尼，安尼好了，太紧张了。我袂紧张啦，我。勤劳。OK， 好了，不要了啦。这样玩不完啦，你没有计时玩不完。我成语就很难的啦，成语他就，他生完了滚滚的了哦，没有胜负啊，起来让我讲，上来都有讲啊，只是我。那个要得到我们队长的那个礼物哦，不简单，对啊，还要动脑，对啊。不过大家就这是一种好玩就好。好了 ，OK 了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寿星还有牙刷，寿星刚刚好有三位四位。哦，那个寿星有牙刷可以拿，等一下没有拿到，私底下跟会长拿。那我们来下一首。哦，下一首歌是来帮老弟，来干妈请上台。小角落。
Thank you.
天山的
Thank you.
Why are you?
Thank you.
我对你说
我叫张丽，我是个新人，第一次做客，第一台台词，想到别的小男子，爸爸爸爸爸爸，真感慨，你当要再动人，爸爸你你的可爱，我已忘了你的心动，虽然没过，也叫我真爱。我叫赵丽，我是个新人，第一次过目，第一台台词，嫁到天上的大姨。谢谢。谢谢。
谢谢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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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h, yeah.
走完这路，如果没有你，人生怎么
Thank you.
Thank you.
没有早餐，谢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水，你看你。
Thank you.
如果现在是眼泪，就让我们勇敢失去眼泪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为爱的羞愧受罪，留下太多伤痕，告诉我你到底爱了谁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，不要再对爱的羞愧受罪，如果想再失去眼泪，就让我们的心去眼泪，就算你给我的机会，不要再被爱所无所谓，留下了那么多伤悲，告诉我你到底爱的是谁。Thank you.
你大哥今天做手术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来来身体健康，都过来看看谢谢。Thank you.
谁啊？圆满，谢谢。
顺顺利利实现愿望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，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